是母子。母后求你救救你父皇大夏的江山，救救蜀国的可怜百姓，也是自愿。你硬生生地把我从太子位上拉下来，你明明知道当皇帝会丧命，你却急哄哄地把我拱上这个位置，你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？秦佑，对亲情绝望的儿子，沿着心河手辣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下不了手，你会有报应。能否读懂一个母亲的苦心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，为什么你总对他叫？为什么你总对我这个亲娘却视而不见？你说。湖南卫视华美巨制，宫廷情仇，心事传奇，心事荒废。星期五晚10点，感恩献映。